近年嚟，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内部嘅丑闻不断曝光，令到公众对骑警内部机制产生质疑，咁亦都几乎令呢个让加拿大国民自豪嘅组织出现信任危机。咁点解呢啲丑闻会不断地出现呢？警队入边有边啲不为人知嘅秘密呢？本国第一个控告皇家骑警嘅女警员 Catherine Galliford 将会第一次向中文媒体透露佢嘅难言之隐，请留意星期一晚嘅26分钟见证实录。